定做业，但我可以出。他确定出出出、哦、是吧？就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。就是哪儿需要，就是从心性上发现做工的都是，就是有的是需要去见见道场啊，或者有的有能力的去做，有的是有关系我去跑跑关系啊，有的说，我这边珠海的关系也不多，我也没上班没钱，那我去给大家做些菜饭啊，这都是付出，其实真的可能真的别会就这种一定要，哎呀，我要承担起见道场的责任。就是说我是见不见到，我要见他三个道场，没问题，但是要有这种心，我见道场去，将来弘法的时候，我到50岁的时候，我要把所有的经典学好，我去弘法都可以，都有这个规划都行。但是在目前就安住在自己的每一件事里边，有什么能力，有什么自己条件做什么就行，安住才是最好的。大家在一条船，大家一起修这一个道场，就是大家一起嘛，谁有力有接触，有力的出力，有能力的出能力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哎，能做点啥做点啥没所谓，哎，说实在做不了，坐在那儿水洗也行。说我又不会做菜，我也又不会打扫卫，我啥也不会，能不能我水洗诸位啊？每天回向水洗都可以啊，是吧？只要诸位师兄不骂你就行。诸位师兄说你啥也不干，他们不骂你就没问题，你就坐在那儿学习，他学习你啊，学习你啊，你只要而且也自己不卑不亢，坦坦荡荡，像长不进菩萨一样，对对 对, 对面也是佛，你也是佛，大家平等平等学习，学习学习，你自己不觉得自己不舒不安就行，要真有那么大定力也可以，也人家肯定有看不惯，你说我是来到场了，我就坐在这儿，人家虽说你自己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不波动，哎，那也可以啊，也挺好，真的很厉害，那真的很厉害，真有底力，别人骂你也不觉得，夸你也不觉得，也不自负，也不自卑，也不低不高，就卑不亢，不必进，不必笑，转不必进，那也可以、啊、不在乎别人怎么认可你，哎，全世界忘了你也行，你忘了全世界也行，就那样。老师，问题是你说的、那个、也不孤独。你说的那个状态是修吗？这种也行，就啥也不做也行，你要能达到这种，我就说，修道之，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很难，最起码你。你不能说啥也说，哎，很难，那个得到了啥，那个哎，哪个也是得到了啥，是吧？还不是一念之间的事啊，哪能到了？就是你咋想的问题，什么时候能到了？你那么想，想一次不能，两次不能，第三次行。